今天天气好好，是个钥匙。我现在出门去哪里呢？我去，哦，太阳好大，我要继续，我去上课，就是跳舞啊，唱歌那些。啊，我抬头，啊，我怎么啊？放心，我就是开了美颜的。我现在全力冲刺。因为已经好像真的来不及了。上课。是这个。下课啦！因为跳舞，所以把头发拉起来啦。然后我们现在吃晚饭。为什么口齿不清？我可能刚刚太累了。哎，月亮都出来了，还没有走到吃饭的地方。天都黑了，吃完了，然后接下来还要去上课。对，我现在终于上了回家的车，刚刚错过一辆，就搞得现在这辆车要20分钟之后才能发。就我一个人在这个车上，好丧，好难过，突然心情很丧，晚回家好久。我今天来染个头发，然后顺便把下面这些哭的都剪掉，因为感觉好像留挺长的吧，好像很久没有留这么长的头发了，加上这边长了很多黑的头发，马上就要开始染啦。染完啦，真的好黑哦，然后还剪短那么多，黑的我有点感觉自己好像老了很多，但是一定要告诉自己还是很可爱的。理发师给我卷了一个，就感觉好80年代的那种卷发，可能是因为我头发太黑了吧。
我脸真的好胖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请一定要一条龙转发，好像不是转发，点赞、收藏、硬币、关注。然后我觉得以后还会经常拍这类的视频的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一定要关注我，多点两下子，拜拜。